是从2019年开始写的，今年是第六年。用这个毛笔手写通知书，它的意义包含着四层意思。第一层呢，是表示对学生的祝贺，对吧？考上了大学。再一个表示我们师大对学生的欢迎。另外一个呢，表现了我们师大老师对学生们的一种尊重，啊，尊重。最后呢，也包含着我们对他们的期望或者期盼。通知书。